板桥的知名卖场前满满人潮，是新北市的小英之友会举办捐血活动。因为前阵子疫情影响，民众捐血意愿大减，缺血严重，趁着近日疫情趋缓，举办了捐我热血为爱喝彩的捐血活动，希望民众们都能踊跃来挽袖捐热血。立委罗志胜表示，三级警戒期间民众都在家防疫，避免外出，因此捐血数量寥寥可数。幸好在全国人民努力下，疫情逐渐趋缓，捐血活动才能再度举办，并呼吁大家如常捐血，才能让需要血液的人获得帮助。台北捐血中心指出，今年疫情警戒的五到七月期间，全国血库仅募集到14万余袋的血量，与预期的20万袋相差甚远。现在逐渐回归正常生活，希望热心民众都能跳出来捐热血，为血库尽一份心力。记者简明山板桥报道。